这天深夜，小五正在睡觉，忽然被一阵狗叫声吵醒。外面怎么忽然有狗叫声啊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得出去看看。小狗，这么晚了，你为什么不回家，在这里叫什么呀？太晚了，你快点回家吧，要不然你的主人会担心你的。终于走了，可以安安静静地睡觉了。不过他为什么要在我家门口叫呀？太奇怪了。